今天呀不卖石榴，教大家切石榴。来看一下，教大家一个如何在家也能切出来完美的石榴花的一个视频。看，把它果盖给它打开，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根白线啊，沿着它这个白线轻轻的划过果皮，这样切出来的石榴就非常完整，而且特别漂亮，打开以后看着也会有食欲一些。看是不是特别完整。如果说你也喜欢吃这样红红的石榴，20多块钱呀，一箱给您包邮到家，而且顺丰包邮。